我是蓝心雨，我们今天又要出任务了。你看到我在化妆，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就是又要开始来拍一些平面的东西。那我们这次要拍的是，大家应该知道中华钱柜吧？然后还有全台湾的一些钱柜的地方，都会有一些大的，就是大荧幕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平面，应该知道啦。不知道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拍那个，希望大家可以去钱柜去堵我，应该可以看到不错的样子吧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的造型是皮衣，对，所以有一种就是又要出任务的感觉。不过今天弄完的头发造型跟妆感会不一样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Let's go。因为等一下要拍摄，只能通过后置来帮我修掉我的淤青，不然我淤青还是很大片，还是很严重。那我们就去拍摄。凶的感觉，凶一点，应该可以吧 ？OK，Let's go。不要动，带走我，或者你跟我走。怎么这样？回来啦！我凶我不好吗？有奶，有腰，有腿，现在还没有，现在很粗。回来，现在还没消肿，我先回去穿我的塑身衣。对，之后就有腿了，有腰，有奶，又有腿。乌索尼普开始 Q 嘟嘟。OK， 我要回去穿我的塑身衣了，拜拜。好啦，影片看到了最后。对了，我们现在 YouTube 频道已经接近要一万了，所以我要来做个一万的 Q&A，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，尽管问，尽情问，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要来做一个 Q&A。如果我觉得可以回答的话，我也尽量回答；如果我觉得不能回答的话，我考虑回答。你可以问，但我不一定会回答，所以还是问一下好了。好啦，今天影片看到了最后，也是就是平常生活拍照的样子。今天又是一个帅帅，我最近很喜欢的路线。我最近发现我拍照很喜欢那种不笑的感觉，开发了我的新的拍照路线，示范一个不笑的。应该很冷艳是正的吧。好啦，回归到正传，已经要差不多破一万了。好，快留下留言给我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哎、欸。
分享的，赶快帮我订阅加分享，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还没帮我订阅我的 IG 的话，赶快订阅我的 IG。拜拜。